能有多少啊？咬咬，那石头是。得挺多，好像没。好，五斤串啊。二百四。这便宜点。二百四。再卖一点。二百多。啊。那太多了。十斤排骨都不到，还多。咱俩说心里话。留着吃吧，个人他们这一天买不来了。四十一百斤，二百四十二块五，给二百四，二百四。你小点块剁着。让他给小点块剁着。别着急，彪哥给你打下去。买就当买。咋回事？有，你要不你急一个，别着急。要不他急，我让他给你急一个。行不？多吧，门数搞冰箱吧。哪来一块啊？行，这块五花搁上吧。两口完呗。那不来这块不行。啊，搁给他五花吧。冰箱门数搞。没抽光啊。嗯。那就别搁，行吗？行。行。要不就来这块儿。好。都买了呢，你一百一十块。哎，这肉挺好。其实有五花挺好。水饺冒菜呀，所以我是在那买块五花。那搁上买呀，这玩意儿少着你想买还。好，一百六十五，也不多还。一个够不？肉都给你了，啊，肉十六够不够？这块没光肉了，纯美光。留你十四吧啊，我不能留我色多了。上早上来着。哎呀妈呀！四十。这肉多少钱？一半行吗？那个。这个要一半不行了，忒薄了，我得让给你老二一半了，行吗？你要不多吃，因为这俩是一样的肉。啊，你要哪一个？这块给你，行。够不？这一下一啊。七那个，好，那个七十五，天高八十了啊！这是一流的硬肋。给我出来，来小天，拿这个。好嘞，看着吗？这叫一流的硬肋五花肉。去一点。这让我去，我都心疼。说实在的。大姨得多少钱的？大姨是八十。八十的。象征性去一点啊，不多也去了，真的姐。说实在的，哪有去这些标的卖十六才？找你二十。大姐。一百二，大的就是你们不满意，找钱，找多少钱？来俩腰子，一百二，找三十，来呀，让你真媳妇拿。给我这七个，等一会儿啊。够不？找你三十。好，二十五姐。不要一个二十五，要一个二十五，你们就差两块钱，搁完了还多两毛。玩吗？我看那个。不让，咱这俩我说心里话，你让我打这些标，我十五卖赔钱，我都跌不上十四，你说还有钱了？这可最好了，标我也答应。不，那我收不干，这七十够不收？行吗？这块行，不好，我这血蹭蹭。多点中吗？多点给这个加给你。太多了。也不多多些，二百二。要没说不多多些，找事。哎呀，给我来点瘦的，有猪爪吗？没有啊，你也没让我带呀。看咱这多大呀？小肉还摸还热乎。老板，这肉多少钱一斤了？十六。让我十六，我要中间那一刀。没整这。长什么价啊？唠都唠不过来呀，还咋的？来排骨吧。排骨不要啊？哎，这刚买的。今天有的是，你没又 不要了。一百五。他这个一百得多点。分次收款二百二十元。这一片完了，多不了了。你说是吗？万一啊。我不想要这个里脊中不？中，搁着点。他要给我，我一百零二，给一百吧。要没说得多点，你没花儿了。他让我打个标，那玩意儿给我切了。哎，你瞅着。那嘎没有裤子。那个这块呢？你下够那个了，我给你来这个。这块十块。这条万一你要，完下个花你要，中不？老中。这个五百六毛五块钱，够吃吗？这块不要，好不好？去是肥的，这回今天不要没的。你腰完秤给你去，都给你蹬下来。腰秤这不还算我的了吗？可不是你的，不算你的。我不要啊，给一百一。我要瘦的。我知道你要瘦的，但是这肥的我才算你十六，傻妹子。哎呦，那你这等会儿你咋的？你急我呀？回来这也
这种碗这太好了。怎样啊？可以、啊。这叫里外一，吹牛蛋，130。对，那种碗呢？来三斤是吧？我说啥的？我给我兄弟拿完这肉，谁都切。好，最好的肉，45大哥，段三块蒸发酵肉，知道不？多少钱一斤？啊？多少钱？16。啊，蒸发酵肉吃的，这肉你上别处买也20，16你买不来。你剩下你干别的吃都可惜。今儿这肉还够宽了，你看着蒸碗够宽了，蒸发酵肉啊，那绝版。来一半。来多少都行，你都拿着好，都拿着好。有这不梅花吗？啊，这不梅花吗？来一半都可惜，来一半都可惜了，这肉啊拉糟践了，这只能炖着吃了。好，45，实不得样。完了，那你说的是45啊？没有那些事，事实，咱这事实。中啊，够吃吧。我想要一个梅花肉。你干啥吃？炖着吃呗。炖着吃炖什么梅花？炖苦花儿。净瞎炖。净瞎炖。苦花先肥，给你哥干瘦去。你那不够吃。哎，哥，中了，给60吧。我算你14，还不你买呀？我家长，我够疼啊，是不？还说啥呀？还是够不这些？够。我吃的呀，前面开始了。还得调秤。45。可以。45。不要那个，不要那个。45。45。我不要那个一个。这叫肥的。啊？我说，逮你到没到事呢？你要眼睛不好都看着都瘦肉，就这一干瓶子都嫌肥。你说你，这是1、2、3、4。要三根不能。来三根你也不够吃。够吃。来五根吧。对，你不够吃，这五根。来这个有挂的。你得你二顿那个好吃，要比你头一顿的好吃。你来那个点不？要一整个吗？哎，不是，那这后面那个我不要。不，这个对，那不能剁，隔出再剁没法卖。那个你咋剁下来的？来一个，这个，这人家剁的带这尾骨了，带这骨头了，知道不，兄弟？咱们那啊，行，吃不了。来一个。嘎点倒中，就是你买多些呀、啊、你。我就买50块钱，你这差5块钱了，我整这嘎。你说这大哥，你俩，我这你俩，快别买了，中吧。我找那要有那功夫，我找给你凑合了。完、啊，你说那是16要，完你说得哪嘎一嘎？16才多少钱？3两肉，你让我咋卖？啊？真的？还五便宜点，要哪一扇？便宜点。来一个，这个，这个威武，照23，啥要2块？这中不？光要那一块。光要这一块，那 你给多少钱？你别少给钱了，给25吧。你给那老多干啥？来一个，照这些，多了不给你带。那你这给25，别讲价中不？这还得便宜啊！别买了，馋着吧。少赚2块，这个邻里跟那白吃一样。这些够不？对了，少摘点。来这些，这些，这些。哎，不要太多了，你天天来呢。丁中小是吧？嗯，丁中小是吧？你，你吃多大的？1000斤那个，哪天我给买一斤。哎，行。30。这是你纯毛傻子呀？你这是正经我家的，还年弄得多不好，人家懂行的还不专门要这个，没事，正经一个家的，你这一不懂的，喝什么一百，不要，不都搁上，不用，那个算你这家的，不多了，多少钱不要。不是，大姨，他就听你的。我跟他说行，他抓不相信，好不好啊？啊，都一样，都16。这腰牌搁上吧，凑100的。少添干的肉，添干瘦的，100块钱啊。多钱那是啊？这是80了。哎呀，不要给我添了。因为你包饺子，我给你添个好肉。这干肉添呢，好不好？纯黄瓜条，100，想吃我就拿。